想一下，有了对不对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我觉得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恩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又找到固定班底李柯颖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颖。然后我今天非常非常赶，为了一套一番赏冲过来。他刚刚超扯的，他一下班哦，我说大概十点四十几分，他一直打给我，然后我没有接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忙，我就赶快回拨给他，说不是要冲吗？他以为来不及，然后就真正我们接到的时候，差不多11点，对，11点左右几分，我就一路这样杀过来。我还好在赢那个关门以前赶快杀、啊，直接头文字 D。为了影片而奔波，对对 对, 对，今天又来到熟悉的环境啊，就是这个凤凰玩具。今天有没有信心？要有的、啊，要喊一下，要有啊！对，然后我们就赶紧抽，好，好吗？好，出发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抽的就是这个《海贼王》绝对的正义。那他总共这个 A 场就一抽目标是他，然后 B 场两抽黄猿，好，然后呢 C 场有两抽 ，D 场有两抽，然后一场的他是这个海军的这个小士兵的小公仔，他有24只小小的这样子，然后呢 F 场是这个立牌 ，G 场是这个资料夹加贴纸，然后 H 场是这个杯垫，我们看的目标是他，但是如果今天没有他，至少也要拼到公仔了。对不对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！好，那我们就开抽吧，开抽，加油！先五抽好了。逆牌流，逆牌流，逆牌流，看一下。H。H， 然后现在是没有字的嘛？对，现在是直接是那个，直接是英文。对，直接是英文哦，那么凶。手都在抖、欸，手都在抖。对啊，手抖。哦，是。好，再来第五抽。你看我抖都在抖。好，那告白啊，很紧张，都很紧张哎。H， 好，目前五抽都没有。我心想刺拳应该就会来了。好，来换你。我现在冒手汗，摸看。你也在冒手汗？有没有紧张的？上次都没有那么紧张。好，但是已经抽到马屁。H， 哇、啊，好了，我看这个立起来的很久，我自己看。H， 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H， 你不会应该有了吧？应该要有了吧？对啊，十抽哎、欸，十抽哎、欸。H， 好，现在呢，十抽都小奖。好，想一下，像是、差点就同花顺。对啊，那我想一下要不要加？好，我觉得该来，然后我们再五抽啦，帮我们抽一个，拜托了啦。好，就他的来。G 啊，这还是自公仔，来，这是他的 G， 好来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来喽，三 G 哦，三 G， 他要拼四 G， 三 G， 对啊，好，好，现在13抽吧，都还没有，哇，正常15抽要一次，对啊，正常15抽一定要有一次，正常15抽，对，啊，就他的啊，应该该有的。如果有 A 的话是就收了，就结束了。一，哎 ，A 中了、啊，中了那个小的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拜托靠你了，拜托刺拳，拜托刺拳，拜托刺拳。H， 想一下，刺拳是真爱，对。好了，就在五重了吧，就20就是极限了。好，极限。好，我会等下全包。G， 我就一样给人看流了，好不好 ？A 啊 ，H， 来，真正那一种，没有摸到就绝交哈。G， 就我们笑，我们笑，我们不行了。我怎么不行啊？你要 A 吗？对，我们要 A 啊，是 A 的，对啊，为 A 而来，对啊，为 A 而来。F， 啊 ，F， 再一抽就20了。
哇，不是我要抽都抽不到。有了对不对？有了对不对？有了。有了。不是 A。C。如果好，如果 A 有的话，你要跟我多少买？当然可以啊，但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买，你知道，总会有朋友叫，对，在五抽390啊，在五抽啦，什么390啦？400对，不行啦，让我试试，不行啦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我觉得有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收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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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欸，可以。他可以选五个。好，总共这个是黄猿哦，这个黄猿藤虎跟这个绿牛，以及这个赤犬，就这一次的目的啦。嗯，再来就是卡普，以及这个达斯奇。跟科比，哦，总共五个，嗯，果然够宅，都叫得出来。是，金正士，哇，金正士兵，哎，我等一下带的就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僵尸没问题的吧？嗯，对，就是没毛病，没毛病嘛，对，一路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总共抽了21抽，嗯，还好后面我有在加。对，不然我觉得这个这次应该就看不到。其实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万一啊，对，这个两个 B、两个 C、两个 D 都被抽掉，就是没有 A， 这是很惨的情况。啊，对啊，这样怎么办？因为我们目标是他了。对，刚好就是刚好有这一支。对啊，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那个，首先呢是伊桑的这个士兵，它里面总共24只哦，都是小小的，蛮可爱的。对，全部都是海军啊。对，全部海军的士兵。对，然后呢 ，C 桑就是刚刚洋洋抽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 ，C 桑超猛，他超猛的，对，绝对真。好，然后呢 ，A 桑，今天的目标抽到了，还好还好 ，OK。然后小蒋就是刚刚有五个资料夹，我们选了不同的款式 ，OK。好，然后呢 ，H 桑好像一叠，H 桑真的只刚好10个。好，这随机的。然后亚克力牌抽了3个，都是随机的。我们抽一个，然后直接3个小奖送出去。对，底下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一句想要跟小恩讲的话，就影片出来的一个礼拜后开始抽。对 对， 對，就抽。然后抽完之后，我会放在社群，记得要帮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你哦。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喜欢的朋友们按下订阅按钮，就可以享受到新的影片。通知呢，拜拜。